我常常会听到身边的人这样告诉我，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你怎么还笑得出来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主耶稣当我们的信号。当我们静静聆听诗歌的时候，我们会听见主殷切呼唤的声音。我们静静来体会诗歌的意境，我们会感受到主的爱是那么样的伟大。让我们的口，让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灵，让我们所有的一切，起来赞美这位伟大的真神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来欢迎德安小型诗班，替我们唱出赞美神的乐音。一首诗歌《美哉主耶稣》，一首诗歌《何塞纳》。我们一起掌声来欢迎他们。